一个真古老的臭骚人，虽然阮家真善食，逐天拢爱真辛苦去臭茶，才有茶通卖。不过我真执着，行，咱来去臭茶哦！哇，才有一丛真大丛树啊呢，看歪了头。臭茶趁钱，当臭茶人真烦恼的时阵，忽然间一位仙女对狐狸摸出来，手提一支金斧头问臭茶人：“这支金斧头敢是你的？”臭茶人看了后讲：“这支斧头不是我的，我的斧头不是金的。”了后，仙女藏入去水里，无外久了，对狐狸摸出来。手提一支银斧头问臭茶人：“这支银斧头敢是你的？”臭茶人看了后讲：“这支斧头不是我的，我的斧头不是银的。”了后，仙女搁藏入去水里，无外久了，对狐狸摸出来，手提一支铁斧头问臭茶人：“这支铁斧头敢是你的？”这支铁斧头就是我的，真正多谢你。你真老实，这金斧头甲银斧头顺便送乎你。臭茶人真欢喜，把这三支斧头拢摕倒去厝里。臭茶人的厝边有住一个真无老实的人，听讲这件代志了，心内真心酸。我嘛真想要金斧头甲银斧头。我要摕我的铁斧头去抢去。当臭茶人来到湖边的时阵，听过伊把斧头弹落去湖里。我的斧头弹落去湖里啊，要安怎？有人当斗三公无？这时阵，仙女对湖里摸出来，手摕一支金斧头问臭茶人：“这支金斧头敢是你的？”臭茶人看了讲：“对对对，这支金斧头就是我的。”伊上堂去要去摕，你收贪心，佮讲白贼，是得袂着金斧头佮银斧头的。了后，仙女藏入去水里，无佫出现。哪会安尼？我毋若无得着金斧头佮银斧头，连我家己的铁斧头嘛摕袂转啊！救人哦！小朋友，这个故事就是在跟咱讲，做人唔通上小贪，俗语讲小贪论家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扣0.5分。